极不健身想念，我是李文生。今天来到了南市的人民公园啊，进去看看花 ，Let's go。进来了吗？我已经看见很多花了。现在就让我们好好的欣赏一下这美丽的花海吧。怎么样，这个花真的是不错吧，就在南宁市人民公园，真的非常的适合来拍照来打卡。我们现在看完花了，我们继续去下一个景点看看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沙生植物区，让我们跟着镜头看一下这些仙人掌吧。哇，第一次见这种，原来长得这么大呢，我的手抓都抓不住，太大了，是我的拳头。非洲霸王树，我本来以为这个披了一层薄膜保护了，结果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它的绒毛。这个仙人掌的刺也太夸张了吧，这么长一根，哦哟，干净的怕。哇，这种小小的好好看。哇，这里种了一群仙人球，远远看过去太 beautiful 了。哇，看见这里的仙人球密密麻麻的，真的好看。今天来人民公园我觉得真不错，看了漂亮的花，又看见了很多仙人球仙人掌，真的感觉见识都增长了蛮多的，又有很多仙人掌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，所以说这一趟旅行真的是非常值得的。好了，极不健身想念，我是李文生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爱你们，拜拜。